酒店出發，叫咗 Uber， 之後就找我哋嘅集合地點。唔係我，但我撈咗一份啦。第一個地點會去水上市場，但第一件事係要坐車先。1 hour later， 下車啦！嗰日好曬啊，幾多大雾啊！呢個水上市場叫做丹能沙朵，我哋好小心翼翼咁上船，一個跟住一個。呢架船大概坐咗6个人，如果連埋船夫就7个啦。太人啦，我哋就开船啦，我哋要坐1个钟头。我影相系咪要开心？梗系。导游同我哋讲咧，如果喺架船上面咧观光嘅时候见到咧有啲咩想买咧，就随便嗌啦，嗌停喎。哇，好靓啊！好惊，中。哇！隻手唔好伸出去。以為我哋真係坐緊摩托車啊！晒啲皮都唔知系咪执翻嚟。我哋落船啦，好彩冇晕船浪，不过真系好嘈啊！落船都好似听到咁。落咗船之后咧，我哋又再坐车去到下一站，都系水上市场老大咧市场。呢个市场咧，原来已经有100年噶啦。
飲食時間第一餐，之後唔夠食再食比較特色嘅 pad thai， 即係炒河。一炒飯，一辣不辣？一碟唔夠噶，兩碟，仲有椰青，又再一個 pad thai， 仲加個芒果糯米飯。又便宜又大份，真的很大的，還有這個特色甜品。很快我們去到另一個景點，樹中佛寺和太平公園。想嘔啊，那个庙呢？庙在泰国人叫三灶，三灶是庙。对，那个啊。庙附近呢，仲有一个马棚，可以买啲干粮咧俾啲马食嘅。你睇下啲马，佢哋真系好肚饿噶。其实个兜都冇马嘅食物嘅，同埋佢哋都好瘦，所以好惨惨猪咯。佢哋系惨惨马，而家几可怜。咁附近咧，仲有一个地方咧，好多斗鸡嘅。据说咧，以前谢王咧系好中意斗鸡。咁呢一个就系树中嘅庙，呢一间庙咧亦都被誉为系泰国十大灵庙之一，所以都好多人。不过我哋咧纯粹入去观摩，就冇去参拜。好快我們又去到下一個景點了，看到這一條鐵路就是非常出名的湄公鐵路，現在駕火車未來，所以很多人都會在鐵路上面拍照。不過如果駕火車來的時候，就要小心一點了。是不是以为自己是明星呢？由于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奇观，所以很多人会同你拍照。去到这个市集呢，什么都有得买。你可以周围看看有什么啱呢，就快点买了。同埋他们的价钱都很便宜。我們也都吃了這個非常傳統的冰條，五元泰銖一條。One more, one more watermelon。等我們都拍一張 selfie 先。
架火車嚟嘅時候咧，所有嘅鋪頭咧都要極速收檔。一陣間我咁樣影翻過嚟啊，俾我。我真係好近嘅啫。真的非常之近嘅。喂 ，friend 話錯咧。friend 話。极速开档，拉翻个帐篷，又可以出嚟影相。饮完夜车咧，我哋亦都去到下一个景点，就系 Om Pawa 水上市场。呢个系我哋行程嘅第三个水上市场。一入到去咧，个环境咧都几靓嘅。第一站炭火奶茶，真的很好喝啊！呢杯奶茶。咁周围咧有好多嘅小食啦，大头虾啦，椰汁糕啦，头先食过嗰啲雪条都有好多，好多好多。休息中的猫店长，这个市场都比较大，如果很肚饿的话，在这里开餐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Om Pawa 好似讲紧日文咁。我哋都喺呢度影翻张相先，打卡景点。好，影完我哋继续搵嘢食。我哋去咗一间餐厅度叫咗呢啲嘢食。呢啲鱼皮都好好食，买嚟做手信都唔错。我哋仲玩咗一个游戏，呢个游戏咧，你俾100泰铢，咁就会有12个波，将呢啲波咧掉去前面黄色嘅心形。中咗之後咧，坐上欄杆上面嘅人咧就會跌落去呢一個波波池入邊噶啦。咁你玩完之後咧，你可以去到第二個女孩子嗰度咧，然之後再掉。睇落去都幾容易啊！其實我都想坐喺中間，俾人掉。但其實呢個遊戲咧玩落去咧，我都覺得有啲變態。只係純粹睇下自己眼界好唔好。我覺得好似好虐待，好虐待啊！好咧，高高咩啊？高我哋。俾你玩啦！
我覺得呢個遊戲好變態。好啦，玩完啦，我哋又行下街啦。又發現另一個攤位遊戲啦，就係射槍。嘣！睇下呢位先生，佢射槍。Boom！ 中咗，哎呀，中咗就可以拎翻屋企啦。又去到差不多尾声的时候啦，我哋又坐船。坐船咧，今次我哋会去睇萤火虫啦。由于咧，我哋去当日咧就有少少雨，但系导游话佢叫咗啲萤火虫开工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坐船入去啦。咁上下咧，我哋真系发现咗萤火虫啊！睇完萤火虫咧，我哋就翻翻去曼谷啦，车程都几长噶。翻咗去酒店之后，我哋就去揾我哋嘅晚餐，去咗一个夜市。呢个夜市好细噶啫。咁我哋買咗啲炒飯啊、炒果啊、小食啊、串燒啊，就翻咗酒店啦。但係價錢咧就比較貴一啲。豬肉咯，仲買多咗個甜品，呢一個係香蕉加蛋班戟。燒雞翼 ，OK。好啦，我哋翻到酒店就開餐，然之後瞓覺啦，食飽飽就瞓覺啦，完。